交那孔山雀力胜于也。为人运界公师有只有令天台即韩昭之声望令士卒骆驼不得归与葡萄刺用为四僧超路。四西百余步有上先生地先生顾公子以大宋萧条镇可寡宜而相居宅遂旷焉。一日大雪奔腾即无信旅躲过其门闻少年出风采甚都见生屈与为礼月至慰问即趋降临深爱月之坦然从入屋宇都不甚广处处溪悬景目壁上多古人书画半头书一册千云郎馆所记翻阅已过举目所未睹生以居丹地亦为地主即亦不胜官乏少年细节行踪亦怜之劝摄杖授徒圣叹曰金旅之人谁作曹丘者少年曰倘不引炉台见翅愿拜门墙生喜不敢当师请为友便问这何久故答曰此为丹府能以公子相居是以酒旷蒲黄府室祖居闪以家宅焚于野火正见安顿生使之非丹当晚谈笑甚欢即留共榻媚爽即有童子侍探于室少年先起入内圣上永被左同入白太公来生惊起亦送入并发陀然向深云献曰先生不弃玩儿遂肯赐教孝子初学涂鸦勿以有物行被使之也一乃静静衣一袭貂帽画履各一式使身冠之矣乃铺酒见传几踏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就数行搜新词一丈而去苍气公子乘客业类结古文词并无实意问之笑云徒不求进取也底目更着曰今夕尽欢明日并不许矣呼同曰是太公请位以请可按换香奴来同去行以绣囊将琵琶制少请一必入红妆艳绝公子命旦相飞必以牙锅锅动激扬干裂皆排不类素闻又命以具伤行酒三更是罢此日早起共读公子醉会过目成勇二三月后命逼警觉相约五日一饮每饮必招香奴一喜酒酣气热目助之公子以会其意曰此病为老父所豢养兄况渺无家我夙夜待愁久矣行党为君谋一家偶声曰如果会好必如相奴者公子笑曰君诚少所见而多所怪者矣以此为家君用意亦足也据半载生育遥祥交郭至门则双飞外究问之公子曰家君恐交游分意念故谢客耳生意安之时盛暑入热一斋园亭生胸间肿起如桃一夜如晚痛处阴身公子朝夕寝室眠食都废又数日创具一觉时饮太公亦至相对太息公子曰而前夜思先生清雅教那妹子能聊之遣人于外祖母处呼令归何己不至何同入白那姑至已与宗姑同来父子即趋入内少间因妹来侍生年约十三四教波流会细柳身姿声望见颜色身顿望精神为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出包也妹子好衣之女乃脸修容于长袖就踏枕室把握之间绝方其甚懒女笑曰已有事急心脉动矣然朕虽为可治但浮快以宁非乏皮削肉不可乃托壁上金川安晃处实雪按下之创图起寸许高除川外而根近于种尽数在内不似前如晚阔意乃一手起罗巾只配刀任薄于纸把穿握刃轻轻覆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床席而贪尽交姿不为不觉其苦且恐素菌割事微蹦不久未及割断腐肉团团然如树上消下之影又呼水来为洗割处口吐红丸如蛋打着肉上按令旋转猜一周绝热火蒸腾
在一周习习作养，三周矣，遍体清凉，沁入宫髓，女收怀入焉，曰欲矣，须走出，生月起走泻，臣故若失而玄想荣辉，苦不自已。自是废卷失作，无复聊赖，公子以窥之，曰地为生物色的一家偶，问何人，曰一地眷属，生名思良久，大云勿虚面壁隐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公子会其指，曰家君仰慕红才，常欲复为婚姻，但只一少妹齿太稚，有一女二宗，年十八矣，颇不粗陋，如不见性，松解日射园亭，似前香，可望见之，声如其叫。火见交纳协力人来，化带官额，连光簇粉，与交纳相伯仲也。生大悦，请公子作法。公子一日自内出，贺曰歇矣，乃出别院，为深城里，世喜鼓吹铁链，尘落漫飞，一望中仙人，忽同轻落，遂以广寒宫殿，未必在云霄矣。合景之后，深切心怀。一喜，公子谓深曰切磋之会，吾日可以望之。晋丹公子解送归，所宅甚急，亦将弃次而息，甚难复聚，因而离绪萦怀，生愿从之而去。公子劝还相于，收难之。公子曰勿虑，可即送君行。吾何太公引送两至，以黄金百两赠生。公子以左右手与生夫妇相把握，逐笔谋物事，飘然履空，但觉耳际风鸣，久之曰至矣，起目果见故里，使之公子非人，西叩家门，母出非望，又睹美妇，方共欣慰。即回顾，则公子失矣。宋娘是故孝，变色贤明，生闻遐迩。后升举进士，受延安司礼，携家之任，母以道远不行。宋娘举英男，名小焕，生以武之职办官，怪爱不得归，游猎郊野，逢一美少年，跨离居，频频瞻顾，细视，则皇甫公子也，懒佩停餐，悲喜交趾，腰生去，至一村，树木弄昏，应遇天日，入其家，则金豆福丁，宛然十足，问妹子则嫁，怨奴已亡，深相感到，尽速别去，携妻同返，叫那一至，抱生子夺题而弄曰，姐姐乱无种矣，胜败先莽得，笑曰，姐夫贵矣，窗口有何，未忘痛咧，妹夫无郎，一来夜拜，信速乃去。一日，公子有忧色，谓深曰：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但若自认。公子驱出，召一家聚入罗拜堂上，生大骇，即问公子曰：鱼非人类乎也？今有雷霆之劫，君魂已身负难，一门渴望生全，不然请抱罪而行，无相类生死纵生死，乃使仗剑于门。诸曰雷霆轰极，勿动也，生如所教，火见阴云骤明，灰飞如衣，回视旧居，无复害红，唯见高种岿然，巨势无底，方错愕间，霹雳一声，白火山岳，急雨狂风，老树未拔，生目眩耳聋，亦不少动，忽于凡烟黑许之中，见一鬼物，立会长爪，自却觉一人出，随烟直赏，瞥睹一缕，面似交纳，乃即跃离地，一剑击之，随手堕落，忽而风雷爆裂，生仆碎矣。少间情急，交纳已能自苏，见生死于旁，大哭曰：恐狼为我而死，我何身矣？宋娘已出，共于深闺，叫那使宋娘捧其手，宋已经簪薄其翅，自乃搓其银，以舌度红丸入，又接吻而喝之，红丸随即入喉，咯咯作响，一时醒然而苏，见卷走满前，恍如梦悟，于是一门盘鸾，惊定而起。生以忧痛不可久居，一同眷礼，满堂交赞，唯交纳不乐，生情与吴郎俱，忧虑翁老不肯离幼子，终日亦不果，忽吴家一少奴，汗流涕促而止，
今至炎节，则吾郎家一同日遭劫，一门俱没，教纳顿足悲伤，涕不可止。顿未劝之，而统归之即遂绝。生入城过当数日，遂连夜去庄，既归以显元玉公子，人反观之，生及松娘至，始发惊，生与公子兄妹齐酒谈面，若一家然。小患长成，貌首秀，有狐意，出游都市，共之为狐儿也。亦许是曰：与女恐身，不限其的厌妻，而限其得利诱也。观其容可以忘机，听其声可以解疑，得此良友，时一谈面，则色受魂欲，犹胜于颠倒衣裳矣。